Hello， 亲爱的宇宙，我今天做了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，就是整理我的秘密花园。可以看到呢，秘密花园因为年久失修，所以呢，被这个木鳖果缠绕又缠绕，觉得它们都快要不能呼吸了耶。我好像有听到这三棵植物在呼喊，九重阁、月菊还有树葡萄，我想他们应该蛮难过的吧，所以花了一整个下午把它清理干净。看看他们现在清爽的样子，应该会发出一个很爽朗的笑声吧，嘿嘿。